Bing Born Bing 的巡回演唱会留下了无数难忘的时刻。女孩们用音乐燃烧着自己的心，与粉丝一起享受每一个珍贵的时刻。然而 ，Blinks 内部却发生了内战，原因主要集中在珍妮和智秀的 solo 舞台上，一个惊艳的用热舞翻唱英文歌，另一个在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投入的舞台上展现了全能。珍妮带来了一首从未公开过的全新歌曲，这也揭示了珍妮可能很快将发布一个新的个人项目。同时，智秀虽然有惊喜的成分，但在翻唱外国歌曲时，仍然让一部分粉丝感到遗憾，因为没有任何个人作品的迹象。目前 BLACKPINK 四分之三的成员都已经 solo 出道，粉丝们只等着智秀完成这个目标。因此，珍妮有新歌，智秀仍然翻唱的事实引起了两位成员内部粉丝的争论。智秀的粉丝表示，这次复出智秀没有被 YG 善待，从 MV 缩图到人气歌谣的装扮，再到智秀还不能 solo 的事实，都让粉丝们生气。相反，珍赛德觉得珍妮四年后有新歌继续单飞是完全合理的，珍妮的表演功力越来越高，最新舞台就是主 rapper 综合实力的明证。不仅唱歌跳舞说唱，珍妮还练芭蕾，对自己的表情控制也做得很好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了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